到底是谁那边一直有杂音啊？我那边啊，那个外面有人在修铁门啊，就在那边敲，我没办法。不是，是一直有吱吱吱的声音。哦，那个不是我那边的，是麦克风的问题吧 ？Open。现在日本好玩吗？你要问恐怖啊？什么意思？那你应该吓到了。抢飞机？哎，那是那个。对。第一关，第一关，防选。我们可以从第三关开始，这么好？可以选。困难哦。三关又要困难啊！玩家保存套装，对，玩家保存套装。好，没错没错。好了，开始。你这怎么71的人骗谁啊？哎、欸，总共要开飞机啊？不行，要换我，我换你。你要先过来啊，我才过来。要过去啊。不知道干嘛，我都忘记了。偷飞机。哎、欸，我会开飞机过去，会被打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能显示我的新套装？奇怪。没储存吧？有啊，可以换啊，可是我那个看不到。没错。他没有更换。哎、欸，你如果明天要买，他还有6000多块嘞。怎么样？6000多块？但是他只有32G 而已。很少，很少。你又没要玩游戏？对啊。大一点，让我可以存多一点东西哦。你要我车嘞？有。你那车改？车停车，大停车啊！等级不够。我要搭车了。当然不能搭哦，又不关掉了。关怎么关啊？爽啊！打开，打开，不想被人开。刚好互讲没有。啊，追不上啊，追不上啊！让你中我一下互讲怎么办？我不会开车啊！好小。哎、欸，不可能！技术啊！哎、欸，我不要下车了，快点，开回来！技术好吗？你电脑几 G？ 你电？是我的吗？你现在 F 会被摔车。你那用什么？对，500啊。500？哦，我等32，太夸张了。这不是平板电脑啊？平板电脑。我要报告电脑。你报告要装什么？啊？报告是要装什么？我至少处理器要快一点啊，因为我要开很多。四核心哎、欸。快吗？我四核心不快吗？知道。你电脑也在装核心吗？知道。我没说没有看啊，我忘了看了。看一下到日文底，等一下我在 PTA 了。啊，没有广告了。也不然走错路了。耶。干嘛不叫我买平板电脑？你干嘛、啊？那最便宜的、啊。那别的便宜是吧？没啦，你要过一点就20000了。哪有？
看为什么我飞出来了？你不都喜欢便宜的吗？要耐用啊！我原本也不想买啊。我没有门啊，我飞出去了。很多时候要用。那你买平板就好了。平板怎么做报告啊？那平板外面报告。你会甩我，我就飞出去了。放头里面啊。潮流哎、欸。不会。靠背哦，不要故意哦。平板加那个电脑啊，也有键盘的、啊。不要逼我跳车哦。跳。我比较贵。跳车哦。跳。当然不要。所以我是损失。等一下你转弯的时候我要跳下去。稍微一看。哦，开战开战！敢有不敢跳吗？我的护脚被打掉了，太扯了！哎，看来快死了啦！我任务失败了。我没到哎、欸！哈哈哈！公路公路慢跑中，怎么没有车啊？远啊，没有车啊，玩那个。Get the fuck out！ 哦，我报告，这个干嘛？超远啊！请求支援啊！请求支援！我的门没了。没有车啊，根本慢跑中。哎、欸，怎么在爆炸？你在丢啊？哦，会灭团。九，我怎么死啊？我车爆了。哎呦！坐同一台，坐同一台。可恶，今天玩断你就我死了。哎、欸，我犯罪首脑已经结束了。啊？成就啊！不走。重置。重置，只要有人死就会重置啊。有听到你？他说要怎样？要重开还是怎样？没有，已经来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因为那个我们上次打第一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死啊。然后没有死过，所以他那个有累积哦。对啊。没差啊，那个。那个真的要解，就是要中来解。你要自己开车啊，自己开车比较安全。撞小，干嘛？妈，不能打自己人啊！妈啦！下车啦！哎！我在闪子弹。那我有换车。你人怎么消失了？还很快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的车上有一颗连弹。干嘛？你要爆？你爆？哎、欸，靠北干，不会爆。一射到就爆了。
但是你不能引爆。我可以引爆。所以你就要威胁我。不会啦，不会死。撞死。哎、欸，要妹的哎、欸，那个连弹啊！他妈的、欸，我没爆，不是我引爆的。看你敌人打我的车哦！干，谁叫你撞我？你就借撞一下又怎样？傻眼！我车上有连弹啊，被那个敌人打一枪就爆了。敌人变聪明的了，我打炸弹，你不能乱玩。得他的这个，告诉你战战小。哎、欸，司机，快点啊！你记得这关以前一开始打都死人惨，没说吧？还没吃啊。